对啦，之前我看报纸去讲等你，结果等袂着你，后来我有寄一张批予你，你敢有收到？无啊，我差不多逐天拢有去看批箱，无啥物批啊，敢会寄唔着啊？付出这么多，也比不过彩玲几滴眼泪。我老子还有什么路用？之前有意愿要跟咱两家合作的，是咱西餐厅的名单，你先看一下。特别，你先去送宝宝，看我一台新的碎石机，我一台刚拍去啊。是安怎？茉莉写给我的批？别提你家，这是我叫人去邮局领回来。代替我去领批，你明明就知影迄个时阵，我找茉莉找到我着急。总会，你听我讲，我会当解释。我知影你看报纸要找 BU 的代志，所以我就拜托分局长。去替我调查这茉莉的身份，像怎样？却发现讲伊欠足侪钱的，而且还佫一直伫搬厝，伫咧走路。我佫听嘉豪讲，你佫寄钱予伊。我无希望你叫人骗，所以无经过你的同意，就叫人把这张批领回来啊。小俊，这批你刚看过啊？当然嘛，无看过，批我无拆，敢若无你会当检查？我是听嘉豪讲，彩玲伊就是茉莉，所以我咧想讲，要赶紧把批摕予你，想袂到你就来啊。